老人去世后被送到殡仪馆，可在焚化炉1000多度的高温下，老人的尸体却怎么也烧不着。这一幕让在场的火化员当场就崩溃了。燃えません。啊！只见老人的衣服都被烧没了，可奇怪的是，那身体却毫发无伤，这究竟是怎么事儿？老人生前是陶瓷手艺人，前几天突发脑梗离世了，子女们跟奶奶来送他最后一程。看着老人的遗体，奶奶跟孩子们都伤心欲绝。在做完最后的道别后，老人的遗体就被放进棺材，推进焚化炉里。可就在家人们等待骨灰时，火化员焦急地冲了出来。お父様が燃えません。全家人赶忙过去查看，奶奶被吓得捂住双眼，子女们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只见整个棺材都被烧成了灰，可老爸还是完好无损地躺在那里。儿子心想，该不会是闹鬼了吧？这时一阵阴风吹过，吓得众人瑟瑟发抖。可大女儿毕竟是无神论的医生，根本不信什么鬼怪。她走上前摸了摸老爸的脉搏，确定老爸已经凉透了。于是众人请求火化员再给火化一次，可在焦急等待后，一家人都蒙圈了。这时儿子开始质疑，老爸生前做陶瓷的时候对火候的把握十分严格，是不是你们这焚化炉的不行啊？一听到这儿，火化员不乐意了，我们这就没有烧不成灰的人，莫非老人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？子女们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啊，可老人生前的心愿到底是啥呀？这时奶奶突然来了一句，男人到死都是色鬼。小女儿一听顿时茅塞顿开，她回忆起有一次经过老爸房间时，听到老爸喊了句，你真是个好女人。莫非老爸放不下的是一个女人？但老爸喊的谁的名字，小女儿没有听清。这时奶奶突然站了起来，她想起老爸曾经给一个叫什么什么梅还是什么绵绵的女人打过电话，听起来像个外国人的名。儿子突然就明白了，他说梅梅啊是个女明星，还曾经跟老爸一起要过梅梅的签名啊，看来啊就是这个梅梅了。众人只好把带有梅梅的签名的杂志放入棺材，以此来了却老爸的心愿。可一阵焦急等待过后，火化员又冲了进来。やっぱり燃えません。只见杂志都烧成灰了，老爸依旧是完好无损，没什么事儿。看来老爸的心愿并不是这个女明星，但这个女人究竟会是谁呢？自从老妈去世之后啊，老爸已经单身15年了，莫非老爸在外面已经有了老相好了？大女儿说，咱们家附近有个菲律宾酒吧，这个梅梅该不会是那里面的人吧？儿子赶紧把人喊了过来，梅梅是来了，可是没想到叫梅梅的有3个女人。大女儿有些怀疑，老爸的口味不会这么重吧？等3个人来到棺材旁，他们却声称，我不认识这老头，我也不意思。难道这个梅梅还另有其人？然而这时门口传来了动静，没想到梅梅竟然是个爷们儿。他悲伤地看着老爸，嘴里还喊着小名。随后他把老爸最爱的茉莉花放进了棺材，还深情地抚摸老爸的脸。豹纹男难过地说道，他跟老爸已经交往15年了，也就是从老妈去世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子女们一听顿时惊掉了下巴，但只要老爸能安心地走，那也就无所谓了。豹纹男一听不乐意了，他说，你们胡说什么呢？我跟你爸只是朋友关系啊。果然如他所说。这时儿子突然想到，大女儿是老爸收养的，之前因为这个父女俩还吵过一架，老爸应该是对大女儿心存愧疚，所以才不愿离去。于是大女儿单独对老爸进行了道别，在大女儿的目送下，老人再次被推进焚化炉。但很出人意料的是，老人依旧没有被烧掉，看来老人不愿离开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这个。这时大女儿突然注意到火化员的工牌，她回想起15年前母亲也是被这名火化员送走的，那时老爸想把戒指放在焚化炉里一起烧掉，可是火化员并没有同意，所以这成了老爸最大的遗憾。大女儿恍然大悟，赶紧回到家把戒指取了出来。她请求火化员破例一次，将戒指也放进焚化炉里。在征得同意后，大女儿把一枚戒指戴在老爸手上，并把另一枚放在老爸手边。这次老爸应该没有未了的心愿了。果然等了一会儿之后，火化员再也没有出现，老爸终于安心的走了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那两枚不可燃烧的戒指也跟着他一起消失了。现在子女们终于明白，原来老爸口中的梅梅用中文翻译过来正是他妈妈冬梅的名，而老爸在房间偷看的也是他们妈妈的照片。没想到啊，老爸是个痴情的人啊。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好了，我是破局，咱们下期再见啊。